满满的卡士炸酱在里面。它的鸡蛋糕很夸张哎，它泡芙超大的。它是泡芙。它泡芙超大。奶油化妆的。第一口全部都是芋头，没有奶。吸不到奶。Soldier boy, tell me, I got the new name for y'all called the Soldier boy. You just gotta punch then crank back three times from left to right.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。今天是我们来台中的开了三间的第二间，中间是下午茶。然后我们在那个光荣国中这边，也是在我们刚才吃那个炸牛排的旁边附近，有一间网络上也找到一间，是他卖的是很特别的那种，就是七彩的，装饰很浮夸的鸡蛋糕。然后主要是还有他的泡芙，他泡芙还有喷火焰。然后饮料的话，很多人都推他的这个，就是那个黑糖的烤的那个黑糖烤奶盖的锅巴，跟另外一个是芋头奶，听说它的芋头占一半杯，奶又占一半杯，完全没加起来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们到光荣的国中的外面去做野餐。来到了这个是啊，光荣国中的对面。然后我们本来想说很抒情的，那些诗情画意的，买个那个下午茶，可以直接到对面来野餐。就会我们突然发现天空整个黑掉了，我们现在有点害怕，说我们吃到一半以后就开始下大雨。所以我们赶快介绍一下，哎，它的鸡蛋糕很夸张哎，七彩缤纷，它很像是放大版的彩绘指甲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超屌的。那我们来吃吃看其中一个，它还是热的，居然还是热的，居然还是热的。松软，哎，它的鸡蛋糕很扎实哎。它里面有卡士炸酱。哦，是哦。我靠，你看，巧克力的。是不是？哦，里面。巧克力里面是巧克力酱，它每个都不同哎。对啊。好搞刚哦。那我们来吃这个，看它的泡芙，它泡芙超大的，它是泡芙，它泡芙超大，啊，跑出来了，它上面那个白巧克力是脆脆的，然后不会太甜，然后它的外皮也是酥脆，然后里面是有点像是千层派，然后加上卡士达，哦，好吃哎。哦，满满的卡士炸酱在里面。哇，它上面那个是有点像芝士，咸甜咸甜的。它上面好像是奶盖哦。我靠！啊啊啊啊！芋头半杯了。第一口全部都是芋头，没有奶。吸不到奶。它芋头太扎实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吸得起来吗？在我的吸吸它，不要要不要要！哎，我不能进嘛，进不啊，进不了进，我要走的上去呀。它下面还是熱熱，你看它这个是黑糖的，然后底下是热的，上面还有烤过。哇靠！很棒哦。而且如果把这个咸的奶盖再弄到底下，加跟黑糖混在一起的时候，超好喝的。对啊。下雨了，我刚下雨吗？赶快啊，赶快，赶快！打雷喽！下雨收衣服啊！哇！各位，我们刚刚吃到一半，我们本来想说很浪漫，非常的浪漫，在那边吃那个悠闲的吃下午茶野餐，然后吃的好紧张，就啪一下，马上就突然就碰下雨来了。前面一定有介绍，幸好我们都介绍，把它介绍完。这一间的话，我觉得它的那个泡芙跟它的鸡蛋糕真的特别，因为它鸡蛋糕很搞刚哎，它每一个不只是外面装饰很多甜点以外，它连里面每个的料都不一样，巧克力有巧克力酱，然后一般白色那个好像是卡士达，对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来发掘。那我刚刚有看，老板他们好像还有卖很多，像什么古早味蛋糕，然后还有卖那种什么芋球，整颗都是芋泥的球，对，然后只要是它的饮料也很多，然后饮料也蛮多的。
这次来比较可惜是我没有喝到水果茶，因为它水果茶听说也很棒，就是都有那种果的，都很甜，水果很多都在里面。那店家资讯我会放在影片底下，如果你们有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它。拜拜。所以我们跑到旁边的星巴克，我把后面唯一的爸爸介绍。